高市前天暗夜发生枪响，涉嫌通缉令男朝警开枪遭同伙丢包，当场逮捕。警方追查当时车上另外四人，其中绰号宗哥正男是高市刑警大队侦二队掌握并提报视频对象。警方前晚在鸟松区附近便利超商掌握正行踪，当时连开两枪，正一度吓到跌倒在地。正落网后并兵分多路逮捕其他涉案共犯五人，瓦解该集团，主嫌正收押。高市刑警大队侦二队、凤山警分局、新兴警分局等单位组专案小组调查，绰号宗哥正男40岁，强盗、毒品、窃盗等前科，平日以开搬家公司为掩护，用枪自重贩毒，黑吃黑，以民房伪装毒品安非他命讹诈毒品买家，也因此经常衍生各种毒品交易纠纷。警方调查，今年七月底，宗哥旗下小弟于英跟马森杀手河南这方人马有毒品人头卡纠纷，和本人掳走鱼，将鱼带汽车旅馆滚烫热水淋大腿，再将鱼男带到屏东废弃镇村内开枪，鱼负伤破窗逃走。警方八月初在高市观音山社区巡线逮捕马森集团河南等五人，当时和本人与警方近距离开枪搏火气枪，警方瓦解该集团，并持续追查宗哥集团。警方调查，宗哥为壮大声势，以提供免费毒品诱惑喂养吸收手下成员，若不从就纠重动私刑。有被害人遭威胁向银行办理分期付款买中古车，无条件签入让渡书，将车卖给权力车使用，曾剥削榨干小弟，在石木庄殴打被害人，签下25万元本票，甚至要小弟还当初提供吸毒的钱。警方调查，宗哥的小弟于南就算替宗哥挨一枪，子弹至今仍在体内未取出，当时住院三天后就被大哥叫回帮忙开车，之后还反被宗哥讨债，宣称为这件事害公司倒闭损失百万元等，于最后也与宗哥不相往来，后悔跟错大哥。前天21日凌晨，保安大队特勤中队巡逻发现林南本人并排停车，上前盘查，通缉林南朝警开枪被警逮捕，警方因此提早收网。当晚行动在鸟松区发现宗哥，随即朝他开两枪，宗哥吓到趴下，左脚踝子弹划过擦伤。宗哥落网后在他身上搜到一把枪，宗哥辩称这把枪是小弟林南当时逃跑留下来，不是他的，对相关犯行否认到底。警方随后逮捕其他相关成员，并在同伙炉、杨住处与车上各搜到一把枪，全案共逮捕六人，并提报视频对象。警询后依涉嫌组织犯罪、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、妨害自由、恐吓取财、伤害等罪嫌疑送雄检侦办，主嫌宗哥正男收押。警方共查扣三把枪、手指虎、子弹37颗。记者刘新军摄影分享。正男昔日旗下的小弟于南，今年七月底替正挨了一枪后，之后也与正不相往来，后悔跟错大哥。记者刘新军翻摄分享。警方逮捕主嫌绰号宗哥正男右前。记者刘新军翻摄分享。警方逮捕涉嫌毒品交易黑吃黑、用枪自重的宗哥正男，并提报视频对象。听到警方开枪时吓到跌倒，随即被警逮捕。记者刘新军翻摄分享。警方逮捕涉嫌黑吃黑、用枪自重的宗哥正男，并提报视频对象。记者刘新军翻摄分享。警方查扣手指虎。记者刘新军摄影分享。